Hello， 小红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夏之光。那我现在人已经在剧组了。我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开包视频，会告诉大家平常的我去上班都会携带些什么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剧本了。作为演员，剧本当然得每天携带，跟演员去对戏也好啊，跟导演去做台词也好啊，它都很重要。下一个是口罩。疫情当前的话，口罩一定要随身携带，去照顾好自己，不给其他人添麻烦。然后是这一代的小吸绳，它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去消肿，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比较易肿的体质，特别爱喝水，所以有时候每天早上起来，这个下颌线和脸蛋都会肿起来。它呢，主要是在每次化妆的时候，它把它就是固在这个耳朵这儿，可以有效的去消肿下颌线和自己的脸蛋，基本上在20分钟、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，用处真的是蛮大。后是补妆膏，不过多介绍。下一个是看起来不太好的一个餐巾纸，但是用处蛮大的。具体什么用处呢？就是很多用处。再一个是我平时会携带的精华，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来不及去涂很多的水乳，然后就把这个精华带着用来妆前的时候去化。这一款呢是快乐精华，这一款是精彩精华，都是研家的。然后这一款呢主要是用来保湿的，它能水润，有时候可能过敏都会用。但我最主要的会用它，是瑞芬的精华，就是很温和，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控油。因为我是一个油性皮肤，再加上又年轻嘛，特别爱出油。有时候拍戏拍到一半的时候，可能这个脸就成大油田了，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来去控油，非常的清爽。然后就是防晒，那里的防晒，因为夏天到了，防晒真的特别特别重要。然后之前晒得特别的黑，所以这次就一定是整好记性把防晒带来好。它的防晒指数特别强，有4个加，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喷了不会花妆，特别适合像拍戏的时候，你拍着，然后要自己改善自己的防晒的时候不会花妆，而且平时你要是运动的话出汗它也不会花，所以特别好，性价比很高，便宜，而且这个容量又特别大，可以用很久。香水，对，每天香香的，心情很好的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口罩，它是我上一个剧组《无言行者》的助理给我做的，是一个 Joker， 卡通版的 Joker。刚拿下 Civic 的驾照，再加上是男生嘛，平时可能出门要开车，所以就随身携带，特别好看。差不多就到这儿。今天的开包视频就到此为止了。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的想法呢，其实想告诉大家，平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去带好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在疫情当下能够好好的防疫，戴好口罩，尽量的少出门，少聚集。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点过去，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旅游，然后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到这儿吧。小红书。